快走！哎呦，这老些人！哇哦，挺吓人呐！啊，着实挺吓人呐！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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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长颈鹿买脖子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家长颈鹿买脖子啊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真是客气，来就来呗，还非得送个飞机。不好打，下路狗熊没闪现，我们直接去杀狗熊啊！中路线不吃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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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喽！史上最大血球，咻！爽！咬！咚咚咚咚咚咚咚！把下路的河蟹拿了。这金克斯为啥这么狂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我这驾照白考的呗？啊，我这驾照是不白考的？我问问你啊，我这驾照，家伙咋这么狂呢？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先把这蟹打了。王者只是一群，打完蟹打个蛤蟆，我们今天就主抓下路了啊。中路不好杀，这鳄鱼这种英雄，除非他把技能用了行。我们今天就主抓就下路。来喽，史上最大血球！哎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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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咬定！真是弟弟呀，我操！你俩要这还能让人换俩，咱就别玩游戏了行不行啊？漂亮，我今天就无限抓下，这下路我们就住这儿了啊，注定了。
中路好像可以开个血球。哇哇哇哇哇！鳄鱼。打个黑暗收割差不多。继续抓下。史上最大血球。雪球来了！啊，原来金克斯挺克我呀，我发现。啊，拉倒啊！这中路是真是个弟弟呀，去上路吧，这开车了开车了开车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发车了发车了发车了，滴滴滴滴滴滴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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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剑魔咋被瞎当了呢，把你推一波，这种感觉太妙。差不多了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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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哇哦，十一个十亿人在看直播，别玩砸了，努努。你得先组扣啊，猴！我组什么扣？我一个 W 要砸死人的。我操！这啥意思啊？等我们拿到了。塞拉斯换人了。我先打个这个啊，等一会儿再跟他打，我先把蟹打了，我先升个级啊，史上最大血球。鳄鱼来了！你刚说过同样的话，你是不是在说随机语音？吹雪球，嘣！吹雪球。我在这待了没意思，溜了。我的决定会吓死他们。走去下路，下路狗熊已经把大给用了。狗熊玩咋没有人头呢，这玩个鸡人啊，我感觉自己更强更快更武装了，哈哈哈哈，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
中路被干了吧？不是中路。哎，咬！妈的！我觉得我配得上医生塔，你觉得呢？已经叠满层数。我能造出任何东西，只需要有足够的备品，再用扳手用力敲打。走，打个红的。这只能帮队友建立优势，自己一点优势也没有，还没优势呢，那413还没优势呢。路过你，我的好兄弟，你怎么这么多人还往上飞呀？把针眼给他排了。哦，抢电一下。哎呦天，还好我比较优啊。吓死我了，差点给我吓坏了。俩傻子，俺们家 ADC 超神，两个傻子挂机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个事儿。这老鳄鱼，老鳄鱼，今天你走不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走不了。我惩戒你了。哎哎，还有意外收获，这我没想到啊。我的天，这鳄鱼伤害太高了，鳄鱼啊，鳄鱼虚区有点高啊。事儿那么多呢，还野区资源一点也不拿，那我一个主 W 努努，我拿啥呀？咋拿呀？我拿 W 清野呀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要秒人，我要秒人，我要秒人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，小伙子？那主 W 努努，非得在那挑三拣四，非得哎呀，野区资源一点也不拿，拿个屁呀？咋拿呀？上路还挂机了。怎么拿？你跟我说，挥个血球来，玩的好好的，非得在这挑，短儿，我咬，鳄鱼确实是比较烦人。正常，给他了。我们看来一波金克斯拐弯儿，鳄鱼在后头呢啊，鳄鱼。
俺们家 ADC 搁那超神了都，那分女来。那分女来一个，我你们加油，画急了，画一半了，哎，跑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剑姬又说了，你们加，你们也加油，我也挂他。不知道啥意思，搞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谢谢蓝炼汉的阿姨粉，阿姨粉啊，谢谢我阿姨粉的一个飞机啊。很奇怪。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在玩些什么东西。哎呀我，大陆高地没了啊？怎么全死了呢？这咋死的呀都啊？哎呀，我真是服了呀！简直真是服了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住个抽吧。我发现金克斯这 ADC 呀，还挺克我的。我一推血球，他就放E技能，我们还没什么办法。不是大优势吗？那谁到了？谁都怎么回事啊？也不知道啊，没人明白呀、啊，根本也不知道啥意思啊！这帮人，打着打着，你们加油，我挂机了。嗯，哎，真是累。俺们自己玩自己的吧。呜、哦！哎！我靠！冲出来两个壮汉，手边上路吧。我打兵都不给钱了，我都不想补兵了，我比兵都累，能不能别让我补刀了？上路那老些兵不吃，跑过来吃我，吃我野怪。哎呀，看看啊，光这一个 ADC 伤害不够啊，伤害不够杀他们，太肉了对面。哎呦啊！这巨魔也有点克我呀，这巨魔，我发现这把克我的人还有点多呢。巨魔、金克斯，我的血球推不出来。
我打大龙呢。走，打大龙。你们不打大龙根本翻不了，你要想翻盘就得打大龙。来吧，家呢，这不需要守，守不守无所谓，它不会掉的。我确实得来个沙漏了，我一看，保一下 ADC， 保一下 ADC 就行啊，保一下 ADC， 来咬，你给我起立，压了，哎呀，我美甲窃魂卷没出，我这是要是有美甲窃魂卷就好了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来个沙漏，我一下升两级，你们发现没？卡莎可以，那卡莎一开始10-0开局，肯定可以呀。那 A， 本身俺们家也没啥劣势，无非就是上路傻一点，像个猪一样。中路又比较蠢，跟个猪一样。但其他的就是也没啥。仔细跟我学着点，因为我是跟。有的错，机器人过来。来发车啦！滴滴滴滴滴滴滴。让开！我说了让开，为什么不让开？给我定！我杀红了眼。龙魂了。龙魂了，这条龙速拿。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法穿帽配个猫的，我们就完成了。秒银努努就已经起立了。电子竞技，发车喽！发车喽！都给我让开！给我让开！给我让开！听见没有？都给我让开！嗨妈妈！嗨妈妈！不要难妈妈！血球来啦！血球来啦！血球来啦！别刮痧了，机器人比普通人高一点。嘟嘟，刮车喽！刮车了，狗熊！耶！棒！这刮车漂亮 ，ADC。这是不是要一波了呀？一波了，我天！居然一波了。